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冰的，今天来个快速的试读，号称有50万预约，一个开服前广告到素材都各种借鉴的《御妖灵记》。该游戏在中国叫做《剑域天下》，开发商来源有很多，像广州秒乐网路、上海都玩等。毕竟是小厂商套版做的换皮游戏，大家都是关系户，互相蹭来蹭去，有钱大家赚，一起割韭菜，实现财富自由指日可待。而台湾代理是中国的伦琪在线，旗下代理的游戏水平也是一言难尽，奉劝能闪则闪。这款之前关注他，就是他盗用了不少其他游戏的素材做宣传。首先是宣传影片，内容是直接使用腾讯在2018年上架的《灵山奇缘》宣传 CG。至于是买素材还是借用，也只有独眼龙知道。但腾讯被抄也是刚好。FB 广告宣传，包含游戏内图片素材等。都是上网直接抓来魔改，像是执剑之客、方舟指令、妖怪名单之前世今生、行笑傲江湖等，还有甚至你找到的来源也是盗用别人的，真是小人过招不讲武德。而游戏本身应该不用多做介绍了，看到这闪亮大称号。幻兽神级坐骑，传奇同款大翅膀，给你梦幻般的游戏升级体验。重点是玩起来还不卡。某开发成本破亿的公司是否该了解一下？基本上这游戏的目的也很清楚，标准的换皮游戏 ，App 商城上也很多款，主要都是圈钱割草用，宣传什么都假的，只有赚钱是真的。结论，就别浪费我的评语了。有缘看到这影片就不要花时间下载，真想玩我也不阻止你。不过建议还是去看派对孔明 ，Jiki Jiki Bang Bang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冰的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